谁呀？物业的，小区停电了，我们给业主准备了蜡烛。好，来啦！笨死了！不对呀，这里是23楼，刚停电，送蜡烛应该从1楼开始送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叔叔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家还有蜡烛，你去送别人家去吧。不行啊，上面有规定，必须要送到每家每户。停电了。楼下 WiFi 怎么还开着？看什么？叔叔，我爸爸去检查，马上就上来了。你爸爸去旅游了，我早就调查了，不开我就没办法了吗？过来！你怎么变那么大了？光明五神蝶，一天是一年。过来哦。第6魂技，光明爆杀盘。